Hello，大家好，我来出八月的新品了。这次上新呢，就是以发夹类为主，然后有几个发冠，对，有几个发冠这样子，还有一些零零散散其他的小东西。这一期呢，就是，其实小东西就是特别多，但是，特别碎，对，特别碎，不是就是那种有大的啊，有整体大的，但是就是还是小夹子类的比较多吧。然后我们就先来看吧，然后就先说一下定制吧。然后这是群里的一个宝宝，要的金布，他只是当时说想要让我帮他做一个金布，然后具体也没有说要什么样的，然后他就说让我看着做。然后呢，这段时间，追剧真的是中毒了，看《陈情令》，看《陈情令》看的中毒了，所以就做了这个云深不知处的这个金布。整体的呢，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整体的是这样的，有点展示不起来，有点展示不开的感觉，所以。就是大家就先凑合看一下吧。就是真皮的这个金布，这个金布呢，就是以蓝白色调为主吧，以蓝白色调为主。然后就是这是高饰，然后这是叠背，这是切面的水晶，然后叠背各种叠背，黄叠背、白叠背，还有这个玉皇背，这边也是叠背、玉皇背，然后东陵玉，然后是天河石，然后是这也是叠背的小米珠，做的是这种绕着山的飘的那种云的感觉。就是层层叠叠的那种云嘛，这个也是云的那种造型，整个的骨架就是那种就是很往上走的那种，往上很飘渺、很往上走的那种骨架，然后就是穿插了就是山间的一些花呀，就是这种，然后这个紫这是用的那个紫金的原石，很大块的那种紫金的原石，有点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就想说就是这颗，它虽然不是很大的一颗，这个那什么，但是镶在这儿就感觉很合适很合适，然后就是这个，然后是玛瑙的一颗特别大的一颗珠子，就是这两个都想表明什么呢？就是叫什么双臂，叫什么双臂。姑苏双臂，对，这个是蓝大，这个是蓝二，就是那种青石明珠的那种感觉吧，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往下走，就是这是用的天河石的管珠，这两个管珠放在这之后，我就感觉莫名的像那种，就是进云深不知处时候的那个山门，就特别像那个，越看越像，就是好像要进那个往上要去到云深不知处，就是在那个，就是第一次忘记跟那个信贤他们两个人就是在那个山门那儿有一点小冲突嘛，就是像特别像那个山门，所以就越看越像。然后再往下就是，说他们是水也好，说他们是云也好，反正就是下面就是一层一层的，又像台阶儿，又像什么的，就是那种，就是那种感觉吧。然后就是下面这些是翡翠的切面，翡翠的切面的珠子，然后是淡水珍珠，然后是东陵玉的南瓜珠，下面是两个翡翠的兔子的小吊件，两个兔子，翡翠的兔子。然后再往下呢，是一些就是这个叠背的竹叶，因为有竹林，我记得是有竹林的，有那个就是那个寒蝉那部分好像是在竹林里的，所以就下面是缀了好多的竹叶，然后是这个。水滴都是以蓝色、白色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金布，这是群里宝宝的一个定制。基本上这个金布呢，就跟大家介绍的差不多了。也完全整体呢是也展示不开，所以我们就先把它放一边吧。然后呢，就是说一下上一期的历史遗留问题。上一期的这三只，上一期就是以耳坠为主，所以耳坠绝大部分都除掉了，但是就是这个几个大的玉簪花，就是也没有折中，当时也没有折中的介绍它们，所以就成了历史遗留问题。这期呢，我就想再把它们再捞一下，再说一下，给大家再介绍一下。粉晶，很大颗的这种粉晶的这种花苞，然后这也是粉晶的樱花，然后这是料漆的叶子，就是因为这个料漆这个颜色吧，就是它的深浅浓淡，它就好像水墨画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料漆的叶子其实用起来是很好看的，只不过就是这种料漆的叶子呢，现在就是好像一批跟一批都不一样，我这也是从一个姐姐那里专门就收了它半斤的料漆的叶子，所以就是感觉很搭嘛，就很润嘛这个叶子，所以我就用了料漆的叶子，然后这是用珍珠拧了一个大的叶子，这也是一个珍珠拧的叶子，然后这是紫晶的花瓣，这个是锆石的花蕊，然后是这种7到8斤正圆的这种淡水珍珠，基本上这些都是全部都是淡水珍珠，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玉簪花，比较大致的玉簪花，看看放在我的手里，就知道它有多大了。这个玉簪花，这个玉簪花是364，因为都是天石的嘛，所以价格还是进价就蛮贵的，所以再加上手工费什么的，7、8岁的东西就这个玉簪花就价格就稍微高一些这个是粉，然后就说一下这个呢是一个西瓜精跟粉晶搭配的一支大致的一个。也是一个玉簪花，东陵玉，这是东陵玉的叶子，淡水珍珠，这也是大颗大颗的那种淡水珍珠，这个好像是8的还是9的呀？也是近正圆的那种，近圆的那种淡水珍珠，然后这是一些粉色的淡水珍珠，这都是粉晶，这全部是淡水珍珠，然后这个是西瓜晶的一个大花花，这样的一只也是蛮大只的啊，这个掉下来了，这个我的标签，这个是290一只，这个是290一只，也全部都是天石的，这样的一只。最后呢，我们再说说这个也是全部都是天石的。这个是叠背，白叠背，然后又是粉晶、紫晶、黄玛瑙，这是白玛瑙，这个是，这个不是紫晶，但是它是也是石头的，但是我搞不清楚它是什么石头的，反正是紫色的一个石头的。然后东陵玉，然后粉色的淡水珍珠，然后这个是那个叫月光石，对，月光石切面的月光石的珠子。
光，个别的地方才能看到光。看这颗，就光，就是也是要找准它的角度才能看到光。这都是全部都是淡水珍珠这样的一只，也是全部都是天使的。这只是四百亿，这只是四百亿，也是蛮大只的。这是上期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又简单的说了一下，这是这个。然后我们就不一直啰嗦，就说这期的新品吧。这期还是先从这种玉簪花开始说起吧，就是全部是用那种叫马蹄螺还是叫什么做的一种花瓣。然后这是冬凝玉，然后这个珠子是玉髓的珠子。玉髓的珠子，这个是粉色的淡水珍珠，粉色的淡水珍珠，这只是96，这只是96，这是一只玉簪花，其实上头戴起来特别的清新，特别的清新，这是这个，然后呢就是这个吧，这是一个粉晶偏蔻石，然后黄玛瑙粉蝶背的小蝴蝶，石一公分正圆的，那个淡水珍珠，锆石花蕊，还有这个大花蕊，然后就是这全部都是淡水珍珠啊，就是粉色的、白色的这样的一只软杆的，这个是没有加主体，没有加主体这样的一只，玉簪花，这个是312。其实这个戴起来，就是我有一个专门的视频，就是教大家怎么来戴这种玉簪花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固定好，然后尽量的保护好它们，就是不要戴的时候，让它们受到伤害，别摔了呀，别磕了碰了的。其实蛮好看的，戴头上特别好看。这是这个粉晶偏蔻石的，这是玉簪花。然后是说这个粉玛瑙的吧，就是整只都是粉玛瑙，染色的粉玛瑙。对它这个，我是没有见过变色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我也是听其他的那个。宝宝说有买了会变色的，有的会变更深，有的会变更浅，就是反正我是没见过，所以我觉得是蛮好看的。这个粉色特别的嫩，这个粉色真的是，这个粉色太嫩了。然后这个是这个，它不是蝶背吧？好像它是棉被的，雕的这个小叶子，我觉得蛮好看的，就这样特别的，很温婉的那种感觉，粉色、白色，然后都是淡水珍珠的这种，很温婉的这种感觉，往你的发髻、假发包什么，然后往里一粘，就很漂亮这种。就很好看，这只是236，这只是236。我之前做了一个，下面是双蓝蝴蝶的那个除掉了，所以我又做了一个这样的，就是这个。然后玉簪花呢，基本上就说完了。然后就说我们这期的匣子吧，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巴洛克的淡水珍珠，蓝玛瑙的切面的，小花花。然后这是一个粉晶的标件，然后各种蝶背、粉蝶背、白蝶背，然后都是其他的都是淡水珍珠了。然后这个呢是个水墨玉，锆石的花蕊，然后是这个是个翡翠的切面的珠子，然后给它盘了一圈。就这样的一只，这只100，这只100，然后是这个吧，这个也是做了一个相似款，因为之前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夹子，但是那个夹子出掉之后，就再做就感觉好繁琐呀，所以就把后来就把那个后来就好多绕的那个翡翠啊珠子什么之类的就没有再给它做上，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要比那个价格稍微便宜一些，流苏也不一样了，流苏也换掉了，就是我尽量的就是让他们就是怎么说就是稍微有一点区别，不要太完全雷同的那种感觉。就是粉晶材料，就是粉晶，然后水墨玉，好大颗的水墨玉，然后蝶贝，萤石、淡水珍珠，就这样，然后，这个是粉晶，这也是粉晶的小花花，然后就是纯铜的那个打底，这样的一个80，这个夹子80，就上头效果真的超美的。上期那个出掉了，其实那个如果不出掉，我就想留着自个儿戴着，但是那个出掉了，所以我就也做了一个简单一点的，就不要太做起来太麻烦，所以我就这样，就做了一个这个，这是一个冬凝玉的叶子，然后巴洛克的淡水珍珠。也是各种淡水珍珠吧，然后就是冬凝玉、金丝玉，这个小铃兰，然后黄蝶贝，然后这个也是贝珠，然后下面是切面的水晶，然后这个也是贝珠、淡水珍珠这样的一个，这只是这个夹子是单只的，这是单只的，单只的，然后是看这对吧，这次就做了这一个成对的，因为成对的做起来有的时候它就是不太对称，所以做起来就很麻烦，要使劲的凹造型，就尽量的让它们去贴合嘛，所以就很费功夫，所以就做了这一对，也是这种粉的玛瑙，染色的玛瑙，然后就是1公分。近正圆的这种，这个叫什么淡水珍珠，然后这个也是淡水珍珠，这个也是巴洛克淡水珍珠，就是反正就是各种淡水珍珠吧。然后这是一颗拉长，小拉长，看这个采光，然后这个是一个磨砂的那种水晶叶子，磨砂水晶叶子，叶子蛮贵的。然后是萤石、锆石，然后玛瑙，然后淡水珍珠这样的流苏，这是一对儿。其实仔细看呢，它们是就是这两边的这个铜配，它是不太对称的，因为它们是顺边的。我使劲凹，使劲凹，使劲凹，算是勉勉强强的看起来。好像是能成一对，是这样的。如果很介意的宝宝呢，就是要让他们完全一致，那我是绝对做不到的。所以，这样的一对，一只是120，一对是230，这样的一对上头效果真的是超赞，超赞的。然后说这个吧，我就把有流苏的全部说掉，然后最后再说，就是剩下的一些没有流苏的夹子。这个呢是西瓜精，西瓜精的花瓣，然后蝶贝，就各种蝶贝了，粉蝶贝、白蝶贝、黄蝶贝，然后冬凝玉，冬凝玉，这样，然后各种淡水珍珠，大的小的淡水珍珠，这还有一个玉皇贝，简单的一个小流苏，这样的一只夹子。这个夹子是78，这个夹子是78，这流苏长短不齐，不是那种齐的流苏，我给它做的是长短不齐的那种流苏。这个夹子是78，很也是很娇俏的一个配色，这样的一个夹子。然后是这个，
这个配色，我不知道大家是对它有什么意见。然后就是我之前做过两只，就是玉簪花，也是这种黄绿配色，大家觉得我是觉得蛮清新的啦，这个颜色。但是，大家好像对它们就有意见，所以这次我又尝试着做了一个小夹子，我觉得是蛮好的。这种上头，我在我那个头模上试戴的时候，我觉得是蛮 OK 的呀。然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看看有没有对眼缘的宝宝有没有喜欢这种色系的。我之前做的那个也还没有除掉，所以，就是这又是一个小小的尝试吧。为什么就不对眼缘呢？我是觉得蛮好看的。然后就是其他的各种淡水珍珠了，然后就是蓝玛瑙、黄玛瑙，然后是料器的叶子，然后就是各种的淡水珍珠、锆石花蕊这样的一只夹子小夹子，我是觉得蛮好看的，上头戴。然后这一只是68，这只是68，这只是68。如果你们还是不喜欢这个配色，然后什么的，那我就自个儿戴，谢谢。然后就是带流苏的说完了，现在就说我们这个不带流苏的，这也是一个宝宝他要了的。只不过我还没有给他发货，就是为了今天录这个视频的时候让他上一次镜，所以我就拖了那个宝宝几天，拖了2天，所以这个就其实我是觉得蛮好看的，天鹅石，淡水珍珠，然后很淡雅的颜色吧，很淡雅，然后就是搭配了一些黄蝶贝在里面，这样的一只夹子，也是一个夹子，这只夹子158，然后是这个是各种蝶贝，白蝶贝、女皇贝、黄蝶贝的桂花，这个也是女皇贝，就各种贝壳的花花。然后是淡水珍珠，然后这个是那个叫 AB 彩的那个叶子，这个1块2一片，我最后几片紫色的叶子，终于被我用完了这个叶子。然后这个夹子是108，我是还没有做流苏。如果宝宝觉得加一些简单的小流苏好看的话，我可以加一些简单的小流苏，比如说这样的小流苏，比如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流苏，我不会做很繁琐的流苏的，因为我好讨厌穿那种珠子什么的，所以就是会做一些简单的小流苏，不会很长的那种，就这样，比如说啊，这个流苏是它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啊，它不加流苏也是 OK 的，就很日常啊，就日常戴上结实，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就这种小夹子。后面我还没有来得及加主题啊，回头就是有宝宝喜欢想要的时候，我会把那个主题加上。也是因为时间来不及，就是为了录这个视频嘛，所以这几款就是没有来得及加主题的。其实加主题很不麻烦，所以我就这只也是以蝶贝为主吧，因为我手里蝶贝我看了一下，一盒子的蝶贝，我要需要消耗一下，所以就着重的用了一些蝶贝，粉蝶贝、黄蝶贝、白蝶贝，就是各种蝶贝，反正这也是蝶贝，然后也是这个紫色的叶子，就是，其实我一开始买材料，我这个人有一个就是不好的习惯，就是买来了新材料之后，我就在手里压着，就总想把之前买的那些材料全部用完了，然后再来用新的材料。其实我这个习惯我知道是不好的，但是呢，我在改正了，我在改正，以后买了新材料我就用，买了新材料就用搭配着一起全部把它们用掉，这样，这也是一个夹子的，这个是68，这是68，说这个吧，也是这个也都是新买的材料了，这个是黑蝶贝，是安芷汀兰他们家的一个黑蝶贝的，枫叶是我新买的，你看这个光确实吹爆他家的蝶贝啊，真的太美了，真的太美了，这个是大橙子家他们家的那个琉璃，也是之前买的，这个琉璃蛮好看的，我是特别喜欢这个颜色，我是特别喜欢这个颜色，因为其实怎么说就是需要把这个颜色搭配开吧，有紫色、紫金，紫色有紫金，蓝色有天河、有海蓝宝，绿色呢有秀玉，粉色有粉金，还有粉玛瑙，白色就更多了。但是这就是这个紫色呢，所以就很少见，除非你去买那种碧玺，碧玺超贵，我买了他们会破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琉璃的颜色就跟碧玺色是很一样的，就不影响它的效果。所以，我想不起名字，不知道应该起的什么样的名字。这个夹子反正蛮好看的，就是各种淡水珍珠跟蝶贝了，粉蝶贝、白蝶贝，这个是白蝶贝的月亮，做了一个月亮。然后这个是粉色的淡水珍珠跟白色淡水珍珠这样的一只夹子，这个是82，然后是一个这个是西瓜精的，好多的花瓣的，你看就两朵花瓣，我一个花瓣上面用了8片花瓣，所以就感觉好怎么说，繁花似锦的那种感觉。然后用的黑蝶贝的叶子，这个蝶贝也是超级亮，哎，这是谁家的叶子呀？是谁家的叶子忘记了？这个也是黑蝶贝，这个好像是半杯俏家的，好像，对，半杯俏家的叶子跟花。然后这是一个平安扣，也是想让它当月亮啊，就是有月亮的那种感觉。然后这是镶了一个小蝶贝的花，然后就是淡水珍珠这样的一个夹子，这个夹子是115，这个夹子是115，都是可以加一些简单的小流苏的。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就跟我说一下，我可以加一些简单的小流苏。然后就是这个啦，这个是紫金，然后这个是好久没有用这个花瓣了，这个花瓣是那个叫什么叫，哎呀，我又想不起他们家那个店的名字了，就是你们经常买的那个，就是那个，哎呀，叫啥来着？想不起来了，这是女皇贝。然后就是这个是蝶贝的月亮，白色的月亮，然后这个，然后是这个透明的，纯透明的这个叶子，哎呀，这个叫啥呀？他们家老给我发短信说他们家上新了，然后到现在我卡壳想不起他家名字，就是他们家专门卖这种琉璃花瓣的那种，淘宝上叫啥来着？想不起来，好吧，我们先不讲它了，然后说一下价格，它的价格是102，
它的价格是102，因为这只跟这只的价格是一样的，所以我就它俩就用了一个签，这两个是一样的价格。然后这个呢也是用的大橙子它那个就是这种仿碧玺色的这个银箔的这个琉璃花瓣，然后是一个叠背的小猫咪，上面是镶的小小小宝石的这种小猫咪，就好像一个蹲在花丛里给你躲猫猫的小猫咪那种感觉。然后这是叠背的黑叠背的这个小吊件，然后就是各种的叠背白叠背啊，这是女皇贝啊，这又是白叠背，这是1公分金正圆的大珍珠，然后是各种的就是这种玄彩呀、啊、碧彩的这种叶子，这个也是102一只，这两个是价格是一样的，102。这次的这个是基本上就是没有流苏的夹子，然后就介绍完了。如果就是没有流苏的夹子，其实是日常出街是完全 OK，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你们就是想要就是配一个简单的流苏，就可以给你加一个简单的流苏，价格就是这样啊，不会再变了。就加流苏也是这样，不加流苏也是这样。然后就是日常戴就这样戴。如果你们就是想穿汉服啊，或者一些比较走那种民族那种风格的那种那什么，你们就可以配上那个小流苏，简单的就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这个介绍完了，然后就说我们的发冠，我这次啊做了好几个发冠，这个是这样的，哎呀，展示不开呢。太大了嘛，这个发冠就是，哎呀，聚焦，就是粉金绣玉，然后叠背，然后淡雪珍珠啊，这样的一个，哎呀，这次怎么展示开呢？这样的一个发冠，然后它有两个这个钗，两个钗是这样的一对儿，这对钗也是用的绣玉的簪头，然后我是想办法自己固定上的，因为我这个钗呢不是那种专门就是做有那种绳棍的嘛，我这个不是，我这是自个儿固定在发这个钗主体上的，所以呢。做的是也算勉勉强强算是双面的吧，后面是反正处理得很干净，看不到任何的痕迹的，对，看不到任何痕迹，就是像这种边边上就是有稍微有一点点绑铜丝的这个痕迹，这样的一对儿是100，然后下面是都是淡水珍珠，然后跟那个金沙粉色的金沙琉璃的坠，然后这是一套，是这样的，上头效果是超级棒的这种，哎呀，我展示不开怎么办呀，真的是糊了还，然后反正就是这个感觉吧。就这个感觉，然后这对钗是100，然后这个发冠的主发冠是220，主发冠是220，然后如果大家可以单要这一对簪，也可以单要这个冠，也可以整套的拿，对，整套的拿，就是这样一个发冠一对钗，上头真的是特别好看，就是展示不开怎么办？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这样的一对，就然后这样的一对，超级的好看，哎，这样好像能看清楚了啊，哎，这样，对，就这样的感觉，对，就是这样的感觉，然后上面你们想办法就是梳一个那个假发包的那个发髻的话，就是这样戴上去，真的超美的，超美。其实我这个系列啊是想在七夕节出的，但是呢当时我真的是做不出来，这成品就是那个图就在我脑子里，我就做不出来，所以就拖到了现在。哎，其实七夕不七夕也无所谓了，什么时候做完什么时候出位，然后这是这次的用力最猛的一个发冠，超级的重工，怎么说，就是一个是它很大，一个是很大，看看我这个手，一个是它很大，我这个手是蛮大的，像一个男人手一样，我这个手，看我这个手又胖又大，所以就比一下这个冠，你就知道这个冠有多大了。就是会做发型，然后就是看过我之前做那个花神冠的宝宝呢，就是能 get 到我做这个冠的这个华丽的这个感觉。全部都是用粉金做的，粉金跟天河石，这是天河石的，天河石的，然后这个也是天河石，这些雕件你不要看它小，这个超贵的，这个雕件这个20，这个20，你别看它小，但是就是为了点缀嘛，你要是完全就是一个颜色，又会觉得很单调，所以就加了那个粉色，加了一些粉蓝色的东西，它就不会说太单一的那种感觉，它就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层次，所以然后下面就是两个绣玉的叶子，绣玉的叶子，它也是稍微就是泛着那种淡淡的那种黄绿色吧，这个是一个白玛瑙的一个大的截面，大的截面，然后其他的都是粉金，一个粉金，然后再过来就是粉色的这种各种叠背，粉色的叠背，大大小小的各种的叠背，然后是白玛瑙，然后白色的珍珠，还有粉色的珍珠，这样的一个发冠，这是一个418的一个发冠，这个反正就这样。然后这个发冠其实还可以，我觉得当又好像皇冠呢，因为这个你看这个就这个腿儿，就这些又好像一个皇冠，但是我觉得罗丽塔应该也是可以戴的，也是可以 hold 住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冠，它是418这个冠。我们来说这个小一点的这个冠，上了两个小的，也是完全用粉金做的，粉金巴洛克珍珠，然后粉色的淡水珍珠，都是无瑕的，净无瑕的淡水珠，然后是女皇贝，然后粉金的小铃兰。这都是粉蝶贝，各种蝶贝啊，然后也是吊起的叶子，这样的一个小冠发冠，这个发冠呢，它是我给它配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好像是神棍的一个，它不是神棍的，也是我自个儿就是给它绕做缠上去的这种一个仿神棍的神棍吧，也是用的巴洛克的珍珠，然后粉金，然后这样的一个，它不是双面的，这个是个单面的，因为做双面的真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固定了后边，所以就做了个单面的，然后各种粉色的，还有白色的淡水珍珠、锆石的花蕊，这一只这个神棍366，这个是166。166，这样是一套，这是一套，就是一个小冠。如果你就是穿汉服，戴就是不是那种很仙儿很什么的那种简单的汉服的话，
白色的也好，粉色的也好，浅蓝色的也好，其实这个颜色都是蛮好搭的。这个就是简单的一支钗戴头上也是 OK 的，然后加上一个冠，就是简单一些，这样的都是 OK 的。这个神棍是666，这个是166，就是也其实这也是一套的，但是就是大家如果想单买，就是想要这个也可以要这个，想要这个也可以要这个，就无所谓了。其实我觉得还是成套比较好一点，你们看吧，看自己的情况吧。然后就是最后一个冠了，就最后一个冠，我这个冠我真的是死磕到底了，我这次真的是啊。然后也是各种粉晶，就是粉晶，这个粉晶也是一个雕件，也是12，这个花花，这个花花12，然后粉蝶贝，然后这个哈又是这个天河石的小雕花，这个21个，然后是水墨玉，然后这个是女皇贝，女皇贝包了一圈。哦，这个把这个什么玉包了一圈，然后就是各种的紫色的，还有白色的这种大颗的，就像金如下的这种淡水珍珠，然后是宝石的花蕊，然后就是各种的蝶贝、粉蝶贝、黄蝶贝，是这样的一个冠。这个冠就只是一个冠，它没有任配任其他的钗也好，什么也好。这个260，这个冠是二百六，因为怎么说，就这些小标件真的特别的占钱，所以还有这个女皇贝也是蛮贵的，这个珠子你可以看这个，这就是包了一圈，其实都是钱呐，全部都是钱呀，我的天呐，这个是260啊，然后最后一只，这个是。被我拆掉的一个拆，之前是，因为它是琉璃的，这个是琉璃的，这个位置还有一个琉璃的花，我把那个花拆掉了，换成了这种包珂的花，然后呢，就是加了一个这个粉晶的小吊件，然后其他的都没有怎么动，这样，又摆上这样的了，这个是被我拆掉的一支钗，因为为什么我没有把它完全拆掉？一个是我固定这个钗体的时候特别的难，这个亭子它就是被我就这样，生生的用铜丝给绑在这儿了，我怕我拆掉之后，这个簪体我是特别喜欢这个簪体的，我这个簪体是全部是我自个凹造型凹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簪体，我是还有这个流苏是我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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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一点，你看我剪了多少条，一条条给它固定在这儿了，长短不齐的这样一个流苏，这个造型我是特别的喜欢，所以这个我就不舍得完全把它拆掉，但是这两个如果拆了的话，我就不知道应该用什么东西来固定了，而且这个是加了胶的，这个是加了胶的，我拆也不太好拆，所以你看还有一点胶痕，所以这个我就把前边这一点拆掉了，换成了这个巴洛克还有这个粉晶，然后加的珍珠啊什么东西，为目的就是为了遮挡后头的这个，因为这个花花这个位置它是镶珠子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不想再镶珠子了，所以我就给它做这个巴洛克的珍珠的这个花花的时候，必须得有东西遮挡，所以就用了这种淡水珍珠来遮挡它，这也是一个珍珠的小花，就这样一个拆，现在呢就是有点半琉璃半珍珠就这样的一个，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啊，这个就八十，然后你看这个主体就因为它时间长了嘛，就是后尾部。拆黄铜了嘛，被我拆过来拆过去的，就是时间长了，就是后边稍微有一点点氧化，所以其实不影响佩戴啊。因为如果你会保养的话，你就是用有洗头水更好，没有洗头水用那个牙膏什么的，就是擦拭一下，也是可以把它这个氧化的部分给擦掉的。因为黄铜大家都知道，黄铜它本身就特别容易氧化，但是宝色铜呢，它又是听说啊，据说啊，我不敢就是一定说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现在就是正在一步一步的退这个黄铜坑，我想去用这个宝色坑，但是又听人家说宝色坑很容易退，所以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不知道我应该是一直就是还是保持这个黄铜坑，还是就是。完全就是退掉黄铜坑，就是进宝色坑。群里的宝宝给我的建议是一半黄铜一半宝色，这样。不知道应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吧。反正这个拆就是80，就是如果你们能 get 到它的这个能跟我的我当初做的那个审美能我们两个能 get 到一起的话，你们就可以选这个。反正我是觉得这个造型真的特别特别好看，特别美。好，这个我就不一直说它了。这句话，说一下这个是我，这个是。行啊，拿过来，这个是最后的了，最后的。然后是一个是这个3朵花的，一个是2朵花的，然后是3片叶子和2片叶子，就这点区别。这有几颗珍珠还没来得及粘啊，如果你们想要的话，我会把它粘上的，把珍珠粘上。然后这个就这样了，这个小枝的这个就这样了，这个大枝的回头我会把珍珠补上。其实这个是一对儿，如果你们能想要一对儿呢，就可以这样成对的呢，它是一对儿。怎么看呢？怎么就展示不起来呢？就是一对儿，然后或者这样看比较好，对，这样看，对，这样是一对儿。这是如果你单枝的话，就是2朵花2片叶子的是28一枝，就是这个3个花3片叶子的，这个是46一枝啊，对，46一枝，对，都可以再做了啊，你们喜欢什么都可以告诉我，只要我手里有材料，我都可以再做，所以这是最后的3枝，说完了，我待会儿还会再去剪一个视频，是专门就又做了一些耳坠，所以我待会儿会再去剪一个耳坠的视频，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期所有的这些新的发簪的视频啊，好，就这样，谢谢大家的观看，再次不要脸的跟大家求一个关注啦，因为没有关注就是好像就没有那个什么怎么说流量上去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厚着脸皮再跟大家要点关注吧。然后喜欢这些发夹发冠的宝宝们就进群来戳我吧，就这样，我不啰嗦了，好，就这样，拜拜拜拜。想看耳坠的还可以等我下一个视频耳坠的那个。